嗨，大家好，我是洪尊，洪尊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天佑。我是奇哥。我了解的是，说实话，我们大家很久没出国，真的。刚出来的时候，我妈还一副我要去当兵的样子，跟我抱怨，因为我们要十天没回家。我妈帮我准备了10天的药，超能打包。所以我现在心里是很兴奋。然后今天原本就是第一天，我们就遇到你突发状况的是我们老徐哟，真的室外的状况不是很好。对，所以我们就第一站，我们就直接改到是竹北的运动中心。反正我们就最后也会跟大家报告一下，我们这一趟环岛我们花了多少钱。好啦，那我们就要现在准备出发，我们三台车，六个人，好兴奋 ，Let's go， 一堆行李。好吧，我买了一堆网子，40个网子。哪边场地有问题，我们就帮你换。而且他们还从台北帮我们调货来新竹。环岛第一餐 ，OK， 我们现在第一餐，我们非常快速的来到新竹，本来要去 Costco， 但是我们今天改名叫鲑鱼。第一站，好不好？你如果牙齿掉了，有点疲惫。这个袜子看起来很新，超新，刚拆。好，第一站呢，我们来到竹北运动中心。原本是要去那个博爱南路，算是旅程刚开始就已经很稍微的出师不利，有点紧张。但是这里场地真的还蛮不错的，有一种在美国大学的感觉。Danny 讲的不是我，希望等一下可以人可以多一点。上工了，各位。搭了球，如果借其他人用 OK 吧？左手出发，双脚落地的时候。三个人一队的话，先帮我站出来好不好？有有有有有。不是看我，这边有的，你先到这边。哎呀，请往前，请往前，这边是。不要，是打篮球的。篮网带了，礼物带了，还有什么带？爱球迷的那颗心带吗？还有环岛十天的热情，第二天可以热情。开头太久，如果他不是来怎么办？哦，没事哦，那不好意思就好了。我想说他是不是来看我的？知道啊，来看天佑的。OK OK， 那这样我就放心多了。我会看奇哥啊，人应该不在。今天住的饭店就直接是在球场对面，竹南运动公园实在太大了。
是要开始前最害羞，就有一些人可能原本就在这边打球，这时候就要大喊一声，会来就会来。Go！ 一二三，又是啊，今天又是啊，来 ，One Two Three， 又是，两个人一颗球就可以了。那接下来我们就开始到今天的训练。好，三分线出发，你往这个人的直线。而现在应该大概有个三十个人左右吧，室外场就感觉比较开阔一点，小野也可以。九点，对。我们练球练到一半，练球不是本来就是要问等一下吃什么吗？店以后有开的，欢迎推荐，好不好？大家。就在苗栗的行程结束了。那我们今天是到那个竹南运动公园。整体呢，我觉得这个运动公园让我印象很深刻，是我觉得它非常漂亮，它有棚子，这里真的是蛮适合大家一起来这边打球。所以如果你有机会来苗栗的话，竹南运动公园球场我给五颗星。那明天呢，我们就要到台中丰了，台中丰了就很熟啦。所以还是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现在的身体状况好了。我们第二天其实。今天应该有打到两个半小时，其实我们尽量是跟每队都打到，所以我们比赛我们就只打四分，然后连两场的话，我们就请你休息一下，因为这次来目的呢，我们就想跟大家每一队都打到球。我原本想说应该到第四天、第五天我疲惫感才上来，但其实我发现第二天就已经有点累，因为除了打球以外，我们基本上就舟车劳顿，我们也是在开车。那明天到台中呢，也不会直接到丰乐，我们也会去涂城国小，就是我以前国小的教练，他现在到台中执教。所以呢，我们也会先去做个新的分享，然后再开始打球。那之后我们就要想办法去怎么调试我们自己的体力，然后以及去朝圣每个球场。那我们就台中丰乐见。